好啦，咁啊，翻嚟呢一个礼拜 EV 军事杂志嘅时间，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过呢一个嘅伊朗啊，咁啊，俾呢个联合国咧就解除咗呢个武器嘅运输嗰个命令啦。咁啊，嗱，一个礼拜之后咧，即系如我所料啦。咁啊，伊朗嗰个国防部部长咧就讲到明咧，就话嗱，俄羅斯同中國咧就一早就簽咗協議咧，就話喺呢個武器解禁之後咧，就會協助伊朗嘅空軍咧就進行現代化嘅措施嘅。咁啊，即係預計咧有幾樣武器咧就一定傾緊噶啦。咁包括咗咧就係上一集講過嘅蘇-30SM 啦，咁同埋俄羅斯嘅 S-400 嘅區域防空導彈嘅咁樣。咁啊，至於其他中國製或者俄製嘅武器咧，就暫時未有聲氣。咁啊，同埋亦都據聞咧，俄羅斯咧就會幫呢個嘅伊朗咧就講睇一睇嗰個 F-14 嘅情況，睇下可唔可以有啲俄式嘅武器咧就整合落去咁啊 F-14 度咧，就俾佢繼續延長嘅壽命同埋增強嗰個所謂嘅作戰能力嘅咁樣。咁呢個就即管就睇一睇嗰個所謂嘅發展趨勢點樣啦。咁啊，講開中共嘅空軍咧，就都係算罷啦。咁啊，不如就留翻俾自己去睇一睇而家嗰個研發嘅程度喺邊啦。咁呢個禮拜咧就出現咗兩單新聞嘅。咁第一單新聞咧就係圖中嘅呢一款。咁啊，之前都講過噶啦，中國永遠係吃透米格21嘅最大嘅一間叫做國際國家咁樣啦。咁啊，呢款由70年代、60年代起嘅戰機咧，咁啊，中國經歷過無限嘅升級同無限嘅改造之後咧，就改造咗呢款叫海山鷹嘢出嚟啊嘛。咁啊，即係話後邊裝個鈎出嚟就做航母訓練機啦。但係經過咗呢一個最新嘅情況咧，就話原來呢部海山鷹咧係唔會掟上部航母度嘅，因為據聞嗰個起落嗰個強度啊，或者之類嘅嘢咧，只可以適合佢喺呢一個陸基嘅航母訓練中心嚟使用嘅啫。咁所以佢係一部唔可以上航母嘅航母訓練機。咁啊，亦都可以咁講啦，有咁嘅需要嘅，因為其實你航母訓練員，你都要經歷過幾個階段。咁啊，正如呢個美國都要喺呢個 T-45 上面噶嘛，飛一段時間，跟住先至可以上航母做一啲戰機嘅起降訓練嘅。咁啊，亦都唔會話浪費嘅，但係就令到大家對於米格21嘅呢一個上航母嘅神話咧，就有少少幻滅感喺度啦。咁但係唔緊要嘅，中共咧都永遠俾一啲叫做驚喜大家啦。咁啊，最近啊呢一個嘅轟6N，即係之前講過啦。咁啊，呢個俄羅斯嘅2-16嘅終極改型啊，中共咁啊，最近咧就孭咗呢一支咁樣好長型嘅導彈咧，就上咗去噃。咁呢支係咩導彈咧？咁樣咁啊，令到中國嘅軍迷咧就議論紛紛，因為據聞咧呢一支嘢咧就個長度咧就比起呢個東風21更加長。咁啊，亦都喺個彈頭上面咧，就類似東風17嘅。咁啊，啲人就會話：喂，咁係咪東風17相機啊？咁呢個就應該就唔係啦。嗱，大家要分清楚，東風17咧其實係指成支導彈嘅，但係我估計咧嗰個彈頭係嗰個超高速嘅超音速，即係 N 倍音速嗰個載具咧，係有機會整合落一種巡航導彈上面咧，係變成一種叫做機射嘅遠程巡航導彈，咁然之後配最尾咧就用呢個嘅超高速掛具咧，我哋做最終嘅攻擊咁樣嘅，就絕對唔係一啲中國軍迷所講嘅彈道導彈相機，因為彈道導彈大家都知道一定要射咗上天，跟住根據個軌跡，根據嗰個所謂嘅嗰個圓周啊，嗰個墜落嗰個半圓個半徑落到嚟嗰一種先叫做彈道導彈嘅。咁而家呢一種頂盡筒咧都係叫做巡航導彈嘅啫。但係超音速載具咁上埋部老古嘅軍陸上面咧，的而且確令到解放軍喺個岸基對遠程陸地攻擊嘅能力咧係會強咗好多嘅咁樣。咁啊，講完中共上面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對家咧都要有翻啲應對嘅方案嘅。咁台海方面咧，咁美國嘅軍售咧第一輪就已經出咗籠噶啦。咁啊，第一籠嘅咁啊出咗啲乜嘢咧？咁頭先講過啦，咁啊艦載嘅飛即係擺咗上機嘅飛彈，咁啊中共有新嘅飛彈出現啦。咁啊美國都不甘示弱嘅，咁就賣啲咩俾台灣咧？就賣呢種。咁呢一種咧就叫 AGM-84H，咁啊亦都叫魚叉導彈嘅
遠程對岸攻擊嘅導彈嘅，咁即係意味住咧，台灣係首次擁有呢一個嘅空對地由呢一個嘅台海發射導彈，能夠攻擊大陸陸地嘅穩定嘅一種戰略嘅武器啦，咁樣，咁啊，亦都係令到呢一個嘅 F-16 咧，係更加升級做另一個嘅層次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啦，賣咗俾台灣嘅 F-16V， 其實喺無論一個作戰效能啊，或者一個反艦空對空嘅能力嚟講咧，都係比起台灣以前用開嘅 F-16A 咧，係高出幾個 level 嘅。咁而家再賣埋呢一款導彈俾佢咧，台灣基本上係有一定程度的反制能力，即是意味了絕對是一個戰略意味非常之深重的一款戰略的軍售來的。另外還賣了四枚的訓練彈給他，訓練彈就可以 recycle 這樣用，另外還有四枚應該是反輻射，即是我們專門攻擊雷達站我們專用的這一款導彈的衍生型的，所以絕對是一個很有戰略意味的軍事的一個軍售的舉動來的。除了這一款導彈之外，也都賣了這樣東西給他。咁啊，呢一樣嘢係咩咧？就叫做 MS110 嘅偵察甲艙，即係意味住咧 F16 只要孭咗呢嚿嘢之後，然之後喺個台海附近起飛嘅話咧，呢一嚿甲艙已經可以睇曬成個福建啊附近嗰啲戰機啊、雷達啊、偵察嗰種陣地嗰種繪圖咧，已經係可以喺嗰度做到噶啦。咁啊，大大幅咁增強咗呢一個嘅台灣嘅偵察能力啦，同埋嗰個戰情分析嘅能力。咁啊，除咗擺喺 F16 之外咧，原來呢一款甲艙咧係可以擺喺全民之中，將會賣俾台灣嘅 MQ9 無人機上面嘅。咁即係意味住成單軍售係絕對會喺個情報鏈或者個作戰交流上面咧，台灣將會扮演一個唔錯嘅角色啦。咁如果依啲數據之後交咗俾日本方面，或者係之後關島方面嘅 F-35 團隊或者 F-22 團隊嘅話咧，咁絕對會係一個高性能嘅，即係高智慧、高科技戰爭上面嘅一個先行嘅資訊戰嚟嘅。咁啊，絕對呢一個嘅軍售咧，亦都係大幅增強台灣嗰個戰略地位。咁啊，另外咧，除咗呢一個嘅空對岸導彈之外啦，咁啊，亦都咧賣咗款對稱嘅反擊武器咧，就俾呢個台灣嘅。咁就係圖中嘅呢一款叫做 M142 戰術火箭炮。咁啊，上次都講過啦，咁啊喺伊朗嘅軍售嗰一 part 都講過，中共最咧就火箭炮，因為咧就比較平啦，同埋亦都喺個戰略嘅位置比較高，因為可以好以好平嘅成本啦，以集中嘅火力咧嚟對抗一個地方嘅陸軍嘅咁樣。咁啊，美軍其實亦都有同樣嘅呢一類型嘅火箭彈。咁啊，相比起而家台灣自己用緊嘅呢一款雷霆2000嚟講咧，咁大家可以見到個構型咧就更加緊湊啦。導彈上邊嘅火力咧，亦都係相當高嘅。咁啊，亦都係你可以話叫做短程彈道導彈咁滯噶啦。咁啊，以台灣獲得咗呢一款導彈之後咧，喺台海嗰個反擊力咧，亦都會增強。咁對付中共嘅072或者075嘅呢一個嘅大型的兩棲攻擊艦或者登陸艦嚟講咧，咁又多一種利器喺度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成個美軍賣俾台灣嘅武器咧，基本上你會見到係好有針對性，同埋係真係會增強台灣嘅反擊能力，而唔係國防能力嘅。如果賣國防能力嘅話咧，好多時都會賣外國者導彈啊，或者賣啲刺針導彈之類嘅嘢。但係今次咧係賣一啲偵測啊，或者可以主動嚟做空對岸攻擊嘅一啲武器嚟嘅，咁所以喺個戰略層面意味上面咧，呢一單軍售咧係比起之前嘅軍售咧係更加會觸動到中共嘅神經嘅咁樣。好，咁啊今日嘅 EV 軍事短打咧就去到呢度嘅，咁但係下個禮拜咧有咩軍事嘅消息咧可以再同大家分享嘅。咁啊，依度多謝大家收聽，下集再見，拜拜。